You're finally awake, Rover.深海呢是一种利用吸收到的幻象能力进行作战的技术，通过这个技术呢，大家在与幻象作战之后会有能力机会复制它的能力哦。好的，那我们遇到了一个幻象，哎，变成蜘蛛怪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的能力进行一个吸收。 OK， 吸收完成。哦，很棒，你的技能很好，现在是我的了。这里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深海了，让我们来装备一下刚刚的全新的界面。对，而且呢，这个深海呢还可以和之前我们吸收的其他深海组成合鸣效果。比如说现在我就组出了一个暴击率增幅的合鸣效果。哦，看来这里还有一定的搭配策略。嗯，好了，让我们来试试刚刚拿到手的新能力吧。冲冲！看到了一只审判战士。好，我打我自己。可以用我们可再生的中呢，就可以通过葫芦召唤出我们刚刚吸收掉的深海的能力。刚刚是一下子就把它击飞了呢。除了击飞呢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能力，有治疗的、防御的，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能力，期待大家的发现哦。我们也可以通过展示深海展示的技能呢，把它展示出来，让你的队友好好欣赏，你可以在帘子中秀给你的队友看哦。
coming through. Gotta make haste. Got it. There's always a shortcut for a hero. My bad. I'll meet you there. On second thought, I'm gonna... Is that edible? Oh, gotta run! I made it! Yang-Yang! Finally. Team assembled! Be off.